真没想到。赵飞白、阿依古丽和艾兹买提，居然以小孩子的样式出现在情景空间。没有佩戴设备就能进入凌云系统，这是怎么做到的？葛队，情况如何？我们在凌云系统内部数据库内找到了你让我们调查的手机数据原始定位。哦，太好了！能对手机数据进行操作吗？现在应该没问题，但时间有限，能够搜索也是因为凌云系统星罗空间的防火墙突然消失，一旦修复估计就不行了。把手机数据连接我的电脑，另外搜寻系统里这三张照片上的人，发现他们的行踪及时汇报。好的，明白。陆可可，开启编辑模式。我们得尽快了，系统会继续清理和修复，这样下去连接沙河和系统空间的所有通道都会逐渐关闭。哼，要把这黑球清理了吗？白阿卡，一定要清除球球吗？他可是救过我们的。戏真多。球球的代码我刚才修改了一下，也给他做了个存储空间，这样把他带在身边就没有风险了。哦，这算是洗白了。还不是用的我的空间功能。另外，我们的信息已经被系统记录为病毒，所以再进到系统空间就需要注意躲避系统内的扫描检查机器人。这是什么？我用病毒代码和沙盒代码做了防御武器，这样再遇见沙盒 NPC 的话，你们也能保护自己。虽然在这里身体不会流血受伤，但毕竟数据会被覆盖和消除，我也不知道这样对我们的脑部会有什么样的影响，所以还是小心一些吧。放心，兄弟，可别小看了我。这个要怎么用？如果在陆可可的空间内还可以将束缚住的代码默认为病毒代码，将其消除。这样我们就不用那么被动了，白阿卡真是天才。还不是要靠我强大的空间覆盖能力。没错，消除功能也只能在陆可可空间内，对之前因为病毒覆盖掉防火墙数据的 NPC 有效，其他不属于沙盒数据内的也无可奈何。哎，要不是遇到那些放飞自我的 NPC， 好像也没什么用嘛。好了，我们走吧，去下一个出发点。这不是我弄掉的手机吗？白阿卡，你看。是盘问过我们的那个女人。
不等了，嗯，我们走吧。嗯。还差一点就。接通华医生。喂，华医生，之前我们通话说的那个事情。之前和你说的那个事情怎么样了？这可是我们唯一的小妹，绝对不能便宜周彤那小子。喂，什么事情？这是什么剧情啊？一出来就这副场面，要怎么办啊？我也不知道怎么回事，这个周彤一动不动好久了。陆可可，这是什么情况？随机关卡呗。那怎么才能找到传送点？哎，不知道啊，想办法通关喽。白阿卡，有穿可疑的金葡萄。你们都给我站住！把金葡萄摘给我，注意不要让阿依古丽的哥哥抓到我。阿依古丽！周彤那臭小子到底怎么迷惑你了？一个姑娘家天天跑去找人家，太掉价了！让我揍那小子一顿，让他再也不敢接近你。周飞白那小子也不行。闭嘴啊！你们都瞎说什么呀？为什么要把这样丢脸的事情放进游戏啊？这游戏我没有任何参与。快点啊，时间不等人呢。放进周彤的篮筐里。
寻觅着光的踪迹。不爱如萍，坚定的初心，即使目光已烂成冰，也一如既往前行。不在意你脚步不停，向往而坚定的初心。何必去过大图书馆？这就是情景书房和背诵书房。这里安静的好奇怪。